哎呀！嘟嘟嘟嘟嘟嘟，对不起，我其实不会哼。嘟噜嘟噜嘟，嘟噜嘟噜。可是时光还有8分钟才开始诶。算了，早一点开始应该没有关系吧。刚刚哼的是小苹果吗？对了对了，小苹果来看，全部都小苹果来看。其实我 RO 大概只玩了2天吧，以前，所以都不太懂这种时间呐、啊，这种什么不是时间呐、啊，音效啊什么的干嘛我都不太懂，音乐什么也没有，我没有很怀念这样，但是以前真的很红了，非常红。但是我大概玩到大概，反正大概30-40帧吧，就没玩了。以前明明头发就那几个也可以选超久，我还好哎。你今天也要不要来个？昨天目标它是一转，现在要换你达成什么呢？干这个，不用好不好？我的角色，啊？拜托一下，看一下等级好不好？Come on，Come on，吃点坚果啊！好爽哦！开始，我正式开始啊，好不好？今天玩的游戏叫做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全名有点长。RO 仙境传说，守护永恒的爱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好啦，这是一个手游啊，我玩了一些下，感觉跟以前差不多。好，阿言，谢谢啊。好，我要开始。我记得这个音效以前。然后连不进去，这样，然后就一直噔。哎，这个音乐有点熟啊，我看先来研究一下啊，技能是不是？查看技能啊，那个加点对不对？来，今天有这个加点方案。哇哦！哇，他会自动帮我点的，那不就很好啊？有赞美，有驱魔，还有暴力。哇，这个音乐好赞！暴力了，暴力了，暴！爆啦！因为我最暴力啊！好了，我看看啊，他有给我一些游戏的系统，我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讲好了。我挑几个比较有趣的好了。还没点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先点完。
干，攻速要最高，128%，帅帅气。好，遗忘，谢谢遗忘，三个月了。我看一下哈，宠物系统，好。冒险者到30等之后，在普隆德拉南门拜访宠物协会会长阿格尼斯，便可学习宠物捕捉方法。接下来就要看你自己了。捕捉其他宠物也可以使用专属道具进行捕获，就可以抓捕心仪的宠物，好不好？风兔可以抓风兔，可以抓溜溜猴，还有小野猪。好，那就这样。萤幕可大一点吗？字太小了，看不清楚。看，我也想啊，可是他们就是要塞这个背板齁，下面又有资讯，我也没办法。怎么办？啊，这个有点麻烦呢。不行啊，我没有办法挡住下面的 QR code 啊。那我想想看哦，我这怎么办啊？用 Auto 还是 Ctrl 来拉画面，虽然会失真。你说拉游戏画面吗？好不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没办法。Shane， 谢谢。好了，那不然就。这样好了，这样应该 OK 吧？反正你们大家记得，这个是台版，反正这个也是假的，首次公开，我已经不是第一首次公开了。哼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就这样了，等一下再弄回来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不是首次公开了。可以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就不要说不到，不会啦，可以啦。就如果这样的话也没办法啦，反正大家看游戏方面比较重要嘛。好啦，我看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很有兴趣，这个叫学会如何装死。在《仙境传说 RO 守护永恒的爱》中，装死是一门神技。被怪物追杀的时候，紧要关头使用装死技能保住自己的小命。怎么拿装死啊？我不用装死，我等级这么高，我装什么死啊？怪物看到我才要装死吧？阿瑞歪头一次就上瘾。OK， 那我不要看装死了。那我看一下猫猫佣兵团好了。哇，好复杂哦。角色 base level 15之后，普隆德拉找寻卢比斯，了解猫猫佣兵团详情。我看啊，佣兵猫可以帮助冒险者战斗，雇佣需花费 Jenny。啊，我也想雇欸。好，谢谢 T83， 谢谢。那我要去找，等一下更多，我看有什么可以技能，我都没点，对不对？啊！他不给我一个配套，我要怎么点？我怎么知道怎么点？钝器熟练度好了，敲死那些王八羔子。好，还有什么？光烈是什么？找出隐匿的敌人。嗯，没差吧？我有几点啊？110点。这个霸邪之阵啊！挡伤害的加速速，敏捷提升2点，移动速度提升30%。
啊，敲人不会变快啊。天加必满，这个、哦、天使的赐福是不是？嗯，好，是了，好加速了啦，赶路赶路，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可不可以 ？OK 吗？为什么这边不能点啊？为什么那边不能点？不是，冥想走开好不好？哦，那是转职啊，这些是转职啊。靠，我以为我已经很高了。说，那我们看看冒险技能啊，不要放弃啊，妈的，先确定 ，nice 哦。冒险技能呢？装死。半年多。哎，谢谢小安。这还没玩过啊？玩过啊，玩过两天啊。你一转技能点没点完哦、OK， 不对啊，点完啦，然后没点完。那我要点什么啊？神圣之极吗？不用啊，这是法术啊。那点霸邪之阵好了。OK， 点完了。那这边呢？有什么可以敲人的吗？我看，禅心啊，治愈啊。好，治疗治疗。安安，晚上好。神威啊，神威祈福是不是？啊，去去去，齐了齐了，我是你们就齐了。幸运，然后嘞，禅心。为什么我要敲人还要点这些啊？圣母，好，看嘞，为什么不能继续下去啊？还没点完啊？哦，还有十点。那点什么嘞？十点。好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哦，好麻烦啊，点这个那么多啊。那最后要点什么？我不需要技能替换掉，不要，都要都要。武功，武功。障壁，障壁。啊，随便啦，随便啦，随便啦，反正我又不会放，我只想敲人而已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我要探险了，真是的。啊，谁？卡普拉服务人员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嗯，
好，没事。无论何时，我们都会在这里等你回来。上面有个活动美少女。我可是首都第一美少女哦。好好，美少女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背景音乐有点太大声了。找我就对了。好，好了，好了。音乐 shut the fuck up。好，小声一点，稍微小声一点。切日文啊。好，切日文，切日文。你们都很会玩呢。哎呦，暇があったら会いに来てね。关系啊？你是谁？公式イベントのことはミユに聞けば間違いないにゃん。妈的，完全跟这个字没差，没关系啊。干，欠打。卡普拉。こんにちは、お兄さん。お手伝いしますよ。为什么是お兄さん？如果我是女角怎么办 ？Sandy。これ見て。音楽の力で癒してあげる。这个城的人都怪怪的。今日はどこへ冒険に出かけますか？我要护送比特币。ミッション契約成功。那我要去哪儿啊？是去那个标记的地方吗？哎呦！哦，溜溜猴，看打他！哇塞，好立体声的溜溜猴！重击呀！哇！蝗虫，你他妈的！敢靠蝗虫，靠蝗虫！干，没打过，操！操！干！干！这个是什么？天使赐福。干！干！翘！翘！好爽哦！好爽哦！看屁啊，猴子！好了，我要解任务啊！到底要去哪里啊？不是我的技能不能，我还可以放两粒耶，那我来弄一下好了。放什么？天使之息嘛。哦，被动技能，我拿来靠加速吧。不，加速也是被动啊。天使赐福放了，神威祈福哦。圣母颂，幸运颂，十字区是靠人的，对不对？天使杖臂，圣母祈福，牺牲祈福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。哎呦，上超多狗屁 buff。
杀。开打，干！啊，我看一下啊，看屁呀、啊！我去哪、啊？到底？冒险手册吗？啊，不对，我可以叫任务出来哈。追求者，哎，自动啊！看，不能自动，要自己走啊！哇，哇！哇！哇！我受不了啊！要自己走，我受不了啊！看屁呀、啊！哎、欸，不是，快乐的摇滚蝗虫。哼哈、啊、嘿，你好啊，冒险者，随我一起摇摆吧！摇摆什么？当然是跟着摇滚的音乐一起摇滚的节奏一起跳、啊。来来来，跳起来！聊天室跳起来！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太热爱摇滚乐了，有时候情不自禁的嗨起来啊！睡你妈逼起来嗨！脑里自动会跳出音乐，有小提琴啊、哦！好，啊！要干嘛？他要干嘛？杂货商，杂货商，没有，没有啊！哇，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耶。地图啊，这个开出来看好多了。就去那个有框框的地方了，对不对？看屁啊！我说可以在这里弹音乐吗？你有申请街头艺人证照吗？干！啊，有吗？干！啊！哎，不对啊，这边是要出去啊！干，我是要去那边啊！哎，可以点那个，所以可以点这个，可以点这个。OK。来来，国家地理频道的西门特派员，你说什么？我是坚定的西门党，让我去南门做地板，门都没有。看来你没感受到西门的魅力啊！快去拍吧，什么东西啊？魔王降临这边大陆之前，普乐花园康铁匠红光。OK， 冒险者牵着你最重要的那个人去碰触那些植物。好，好，那我就去那边 ，Go。嗯，到了到了，奇异植物碰触 ，touch my ding dong， 怎么了吗？没什么变，还有别的地方要 touch my ding dong， yeah， touch my 看屁啊，滚啊 ，touch my ding dong， 看屁啊，看屁啊，好，下面，哎。滚啊！啊，对，水啊！哦，最后了，猴子，这些猴子，啊！你说什么？可是坚定的心，哦，讲过了，别谢谢年轻，我相信他们已经感受到了。下面来谈点严肃的事情。是时候击碎那些恶魔了。他们在花园中感受他们，消灭他们，没有问题啊，恶魔而已啊，在哪里？过来 ，Come on， 寻找恶魔，闭上双眼。哪里？哎，一个马，马的，哇，彩虹小马，受到光芒的影响，恶魔的力量被削弱了。欸 ？What？怎么那么妙啊？真的是彩虹小马哎、欸，它是异世界梦魇哎，没被打过啊，没被重击打过啊，异世界梦魇。看啊啊，蝗虫啊，蝗虫，蝗虫没被做过啊，我刚好要收集蝗虫腿啊，而且是你的朋友委托我的、啊，妈的，干打！干，他怎么不靠这只啊？干！
的普普渡你。我看一下啊，想要去哪？哦，去这边讲话。我解完了 ，bitch， 敢高人。一些不容小视，而你也非常勇敢。红光又回到了花园，他祝福着你。哈？哦，解完了 ，nice。那再来要解什么？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有转职哎。狂热的音乐，我先，这个被移到别的地方，这个被移到别的地方，不行。那任务可不可以移到别的地方？啊，追求者，哎、欸，追求者在别的地方。山城匪羊要回去，森林回去，委托任务就回去，魔潮回去，转职回去，职业境界也是要回去。狂热音乐、神秘包裹、副手，会强化邪恶的仪式。妈的，妈的，全部都要回去啊！啊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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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我看追求者，看为什么追求者叫我回去？那我找卡普拉好了。太冷漠了，太冷漠了。是的，仓库服务启动，原来是要启动这些、啊。那我来洗一下。卡普拉 service， 好，我把地图的清一清。太多任务了吧？是什么？魔物学者，偷偷告诉你手上有批好货啊！无意间跟别人换来，可别小看那些枯树枝。被人折断了一只，结果召唤出一个可怕的魔物，太吓人了。还好当时附近有个骑士团巡逻，伸出援手才将魔物消灭。OK， 我的 BGM 消失了，有吗？还有音乐啊，只是比较小声而已。那我调大声一点。Hidden Squid 41526，谢谢。不用每个都解，当然不用每个都解啊。但是我现在要玩啊，那又没有关系。有很多人在叽叽喳喳的。诺拉拉 J， 只要10Z， 100Z， 价格降低至99Z 了，才少一块而已的，这么少，打开仓库，给你扣啦。行け！憎たらしい奴らを消してしまえ！快速组队？不对啊，不可能啊，只有我一个人吧？现在，我想了解。开玩笑的，我没有想了解，马上出发。魔物は時空の裂け目を通じて、俺たちの世界に侵食している。俺たちの世界。料理商人也有任务。美味的料理。免费试吃，立刻就要吃，使用，要不要打包一份呢？只需要5000哦，要，舒服。我们解一个可以打一个强一点的，嗯。还是我们可以先去转职。不对啊，我们应该已经转了吧？
想打一些大只的哎、欸。骑士大嘴鸟租借，可是我不是骑士，可怜，没得骑。冒险者手册，六探，你终于来了，谢谢。冒险手册，我是新人。下面，明白了，谢谢。是的，好，下面就下面吧。看这里是去哪里？冒险者你好，哎、欸，这边我有印象哎。哎、欸，这个照相机，哎、欸，照了照了，开照开照。我要照相了，水啊！哎，还可以拍照，好赞哦！哦哟，水啊！哎，很不错哎，其实这游戏后面这个人偷偷摸摸在看我，他手在晃，酷哎！很酷哎、欸，我觉得。酷炫。不是啊，我不是要讲哦，这个可以讲话。探究心は常に持つべきだ。探究心。無闇に突き進むのは禁物だ。OK OK。关于你的冒险传闻，从斐扬到朱诺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冒险者公会的众人都会铭记你所带来的荣耀，想必你不会止步于此吧？好，更进阶，更多力量。好，好，我去找职业导师聊聊。导师，跟我聊聊。转职，缓缓抬起头。你已经成长成一名了不起的服侍了，是时候进阶成为一名……我早是神官了啦！干，行礼后出发。干，那我根本不用解这些啊，我已经有了、啊。嗯，这些任务感觉都比较前期耶。解解看，好啊！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希望成为牧师啊？神也会祝福你的决心的。好，给我修行，还要去看他们。迷藏森林的门口的神父鲁帕卡法拉，好，我都没有记得，好，不管了，去解别的啦，那个还要去找别的神父，可以去南门找天波的、啊，是吗？南门有天波吗？那我还不马上去，这是南门吧？好，听你的，我去南门找天波。要不要放个跑马灯或标题改一下？很多人会进来问找不到 App 下载位置。嗯，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机器人不是有贴吗？现在玩的是 RO 先生说守护永恒的爱，快去官网事前登入哟。大概两分钟po一次，应该 OK 啦。Web Home 110，谢谢。
对啊，然后 QR code 也有写事前登录，应该可以啦。我到南门了，让我出去。天波是吧？妈的，什么都怕，不怕天波啦。这里是南门吗？有手册可以看 BOSS 重生时间跟地点，真的假的？玻璃是不是？看屁呀！妈，我天天打玻璃。冒险手册 ，BOSS 是不是这个魔物图鉴？加个，哎、欸，好赞哦、喔！还生图鉴，我喜欢收集图鉴 ，I like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说我每天都很喜欢杀玻璃，好不好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，OK。魔物在哪里？卡片好 cute 啊、喔！哦，好赞哦！干一个怀念呢。他没有告诉我哎，在哪里耶？怎么办？看屁呀、啊，看屁呀、啊！哎呦，还藏一个小子在里面！哎，哎，哎哎，这样。这样不是啊，我打到天波啊！登记考试，机器妈妈来，让我确认一下，没有替考，没有作弊工具。好，入团考试，冒险者工会人手不足，好，现在就要领哦。放入包包，因为好像烂烂的。两位原考官，这全部完成后可以找我完成最后的。好，那我先找你。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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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波一，哇，哇哦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，我马上去啊，走错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哎呀，哎呀，打不是。你好，你是波尼专门派来找波一玩的吗？波利会说话，人家本来就是波利王子哦。受到魔王孟罗克的诅咒后，说的波利语就转变成人类的语言了。波，语言不通，没有波利陪波一玩了，暂时离开波利岛，看看有没有破解诅咒的方法。聊点有趣的，没空啊，枯树枝啊，快试试看，好啊。他就是想害我啊！你有没有看过枯树枝？是不是？枯枝，哎、欸，怎么用啊？一起玩吧，波。不是啊，枯树枝怎么？哦，在这里用。玻璃来了，看屁呀、啊！没有打过啊啊！竟然有魔物出现了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面打来一次，再玩一次吧。看你是变态哦！巨大玻璃，去死吧！我感觉好强的波，库斯馆有趣啊，波一玩得好尽兴，好，所以他自己也玩了 ，OK。干！哎 ，Sandy 有话要说。頑張って！真是托了卡普拉公司技术人员的福，开发出了大功率的超魔导留声机。继续听，去抄袭有物品，什么？这会怎样吗？谢谢。魔法音乐盒在南门东北方区运行哦，使用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可以干嘛？求六探达格王，可是我不知道王在哪里呀、啊？我现在在解任务，看可不可以遇到王。
保雅，太棒了！啊，我不要转职，我解任务啊！有这个，考试专二，我看看有了。邮递员班尼的宠物拉比斯走丢了。我不知道。赛琳报名乐园团的，不是啊？你们都自顾自的，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是谁啊！啊！哎呦！哦！哦！太屌了吧！哦！我靠！哇靠！看，想完了。哎呦，兽人，此处有本。啊，来 Baphomet。好帅呀！是吧？你游戏做得好，是不是？用心，大家都看得出来。好长。哇塞！可以。哎呀！这个动画经费一定很高。谢谢岛田豪。可惜我真的不知道哪里有大只的怪可以打。我又到了这个猴子区。欸，他叫我去下一个地方。欸，那我们就跑远一点好了。你们如果会如果知道地图，它地图跟以前一样吗？我是不知道。欸，喂，我到积分了。欸，太近了吧，这我一定急。以前是这么近吗？哇塞，太急了吧，再继续走。卡普拉可以传送是不是？干，你还被人踩到中间了，妈的倒虫卡片，好可爱。那我找卡普拉传送好了。卡普拉在哪？
戴帽子是卡普拉吗？不是欸，托勒斯。卡普拉呢？金凯瑞。啊，不要再接任务了。是照相机这个吗？下面一点。哪里有卡普拉呢？这个是照相机的图案吗？他是叫我照相的意思吗？他是叫我在这边照相吗？那我还不开照？是这里吗？是要照？他叫我照这个吗？欸 ，what the fuck？ 真的欸，照！哦，还收什么？看，我闭眼睛了啦，妈的嘞！哦，算了算了，照到了照到了，这也可以照，这也可以照，这个建筑也是可以照的吧？来照照照，是这个建筑吗？还是要进去啊？好像要进去，那我进去好了。是不是在唬我啊？不是说这边可以照相吗？这边是要照相的点吗？是这里吗？看哪里啊？错过卡普拉了。我知道，我先进来照个相啊。算了，不在这里面。站这里拍。嘛，哦，有，这样也爽，是不是？挡住也爽，好，没关系，收入了，舒服。卡普拉，卡普拉，卡普拉，卡普拉呢？啊，我看到了，卡普拉服务人员。我要传送。啊，他要开才能传呢。去哪里比较好啊？哪里比较强？哪里比较猛？哪里的怪比较强？强强？斐扬、孟罗克还是都有强的。张是受害者还是嫌疑犯呢、啊？谢谢小歪居。梦罗，好。啊，俗啦，金字塔一楼。哎，不给我去。好，梦罗。好金。我要照相。这里是可以照相，我要照相。我觉得照相很有，蛮有趣的。啊，不就这只吗？不是这只吗？挡住我脸啦，干！不是吗？啊，错了错了错了，这个金字塔金字塔，这个漂亮。欸，照相很有趣，走到处走来走去也不错啊。进金字塔咯，金字塔一楼，帅啊！怎么这里也有身体？到处都有身体，这里是。僵尸吗？哦，木乃伊啦！喂、欸，干，好硬啊！我操！
太多了吧。我干，我他妈的我要上 buff 了。我直接再用治愈术敲他吗？哦，猛欸。来啦，干！敲你们全家 ！Go！ 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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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不舒服不舒服！欸、不能离开啊！干，走开走开！敲蛇女，敲蛇女，敲蛇女！干，这些怎么都这么硬啊？我有打人的技能吗？打到哪年啊？不知道打不打得到装备。妈的，这个打的也是挺慢的。算了，我直接去别城。结果，我看一下怎么走。哇，中间可以照相哦！你打不死我蓝嫩，哎呀呀呀！哎呀哎哎哎，好像打得死啊！血汗士兵不要，我想去拍照啊！哎哎哎哎！拍照拍照了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拍照。祭祀祭坛哦，那你是？请问你是伟大战士，未来冒险之旅就是我。哦，是哦，是哦。我看一下，然后嘞，去中间好了。中间也可以照相，还是去二楼去看看王有没有王之类的。那里是去二楼吧 ？Go！ 二楼了，二楼了。抱歉，抱歉。哇塞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好帅哦！它叫什么名字？妈叫马的马绿杜克！哇，是什么瘟疫的安比斯？哇，好大只哦！哇哦 ，Everybody so big。Go！哎呀呀呀！火箭火箭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呜！我要去照相喽！结果，照相来喽！照了！开照！哈哈哈！哦哇！照怪物也可以获得他们的详情哦。哎，妈的灌水哦，灌哦，干，没什么该灌。石化树画不到啦。六太晚上好。哎，谢谢 QOO。哇！哇！是
是哦，怕你哦。有没有更强的怪物可以看？我愿意被他一击打死那种。嗷嗷嗷嗷嗷嗷！想干嘛啦？呜！嗷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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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狂打欸 ？Go go go！ 哇！突然加速了！哇哇哇！我没事。欸，坚强的老陈，你好啊，老陈。他要死了还讲什么？只是变用我的方式在休息。哇靠！拒绝，我不要理你。拜拜。欸，是走这吗？刚才有王吗？这是王哦，我以为是 NPC 耶。看屁哦！哇哦哇哦！哦，很猛哎！难你！太强了啦！我的装备是不是不好啊？我嗝了，我嗝了。哦 ，Sandy this， 怎么办啊？根本没装吗？我的装超好，会吗？这很好吗？欸，好像很好欸。其实我也看不出来啦。红石智障，什么智障？不对啊，我根本没穿东西啊！跟裸体差不多，干真假？カプラサービスどうかお大事に。我要去别的地方看别的王。我们去斐阳 ，Go。哇，斐阳比较远呢。Go go go！ 我要往哪边走？我看一下。哇，这边好大哦。先照相。月夜猫啊，我记得。月夜猫走哪边啊？啊，出口。出口要走哪？右上哦，好好好。哇，你们好熟哦，厉害厉害，不愧是老屁股。匪洞顶楼吗？好，交给我吧。走走走 ，Sandy this， 哇，可爱僵尸 ，Sip， 蛋蛋，我打的真的好慢哦。
快跑，有鬼火！哎，结果，不要狂急了，白痴哦。哎，等等，好，算了，不拍了，会被打死，危险。喂，干嘞，很狂哎。来吃僵尸弟弟！敢不要？我一定要看到王！神经病！就再往上嘛，对不对？哇，难走哎！哇，这个妹妹叫什么？鬼女，抱歉，鬼女走开，鬼女退后，看到了，上面有吗？你判啊，对哦，拍照。近一点，转过来！哎呦，哎呀，等一下，我靠，这小兔崽子，干，没被打过哈，操，小只的也敢打我，我、哦、好猛，抱歉，不行，我要拍一个近的，啊猫啊，让我拍一个近的，快点，狗来了，啊猫啊，啊，看屁呀、啊！照你哦、喔，阿猫嘞，阿猫吗？阿猫，哎龙啊，干！阿猫转头，阿猫，阿猫，我想照正面，阿猫，正面。这边得死！哦，再 say go， 开打！阿猫不是主动的、哦，人这么 nice 啊！哇，阿猫在那边，我怎么看得到？哇塞，瞬间移动哥！阿猫去隔壁了，我们可以去揍他了。挑战阿猫大成功，看屁啊！干，好快，补血！哦，他射的好快，啊！不可能啦，我王是不可能撑很久。哇，好强哦！换边，去下一个，再看下一个王，你们想看什么王？看最后一个王。你点个数值啊，点了啦，有点啊。
前往进阶啊，不我点啊，以后怎么走，以后怎么走，好，我们就去看以后怎么走。How to go 以后，孟罗克，好，乙栋二楼，好，没问题，我知道乙栋，我待过。走右边吗？还是左边？中央往下。中央没有往下欸，孟罗克往右，好好好，皮里恩我也记得，是不是一个胖胖的？附近有时空裂隙 ，What the fuck is 时空裂隙？欸，我看到了，我看看时空裂隙是什么，会怎样？有多裂？啊？可以干嘛？看屁呀！呀，我连魔卡都打不死啊！修复修复，修复了修复了，大丈夫 this， 等一下。我还修复，有个木乃伊狂揍我啊！马绿杜克去死！哎，干不行，他用靠的。干嘞！可以可以，很稳很稳，打得很快。哇，好多垃圾啊！干我狂被打，我没得攻击耶！重击！哇哇哇哇哇！操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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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！被屌吸！干这个怎么还在啊？被屌吸！又死死死一只死一只！哇操！啊！受不了了！干傀儡娃娃太猛了吧！我先把地上那些小鸡巴打死啊！有十字，十字好用吗？十字是哪一个？这个吗？是牺牲祈福吗？不是。我找一下我十字在哪里，十字驱魔是吧？妈的，十字驱魔我还不叫出来啊！这个需要蓝色魔力矿石，操！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小只的白蚁，白蚁是没被打过哦。我全 RO 杀最多次的就是白蚁了，去死吧！稳到不行，剩一只了，对不对？傀儡娃娃，我也不敲死你啊！傀儡娃娃啊，傀儡啦啊，傀儡啦，啊、叫你傀啦啊！放个祈福，敲死你，敲死你！这是什么？祈福，
又是祈福，好，搞定了，我成功了，哇，掉好多东西啊、哦！哎、欸，有双刃短剑呢，会不会比较强？可以穿吗？不行，我有衣服穿了会比较强的吗？好像没有。好吧，算了。我现在要去哪？哇，大嘴鸟 ，Ok。哇塞，路过身体也是帮我补欸。干，我走去哪了啊？这里是哪里啊？斐扬南？欸，不对啊，我要怎么那个？我要怎么去找以后啊？移动在哪里啊？Ok, ok. 他没有声音。左边中间啊，可能声音以后才会加吧。哦，有欸。我们去二楼。Go！ 再下一层，对不对？现在在蜜穴。嗯，奇梦奈特，谢谢。我没走错吧？我没走错吧？在这里吗？还第二层就有了？那我他妈还不找一下？嗯，给我出来哦！出来哟！以后出来哦！会不会没有啊？按自动，如果附近有会有以后名称，哇，没有哎、欸，只有黑湖哎、欸。还是去下一层看看。啊，以后在楼上啊？你说刚刚上一层啊？右上角更多有个 MVP， 看有没有以后。
有啊，已现身。哦哦，前往。有哎、欸。蚂蚁蜜穴啊，这里不就蚂蚁蜜穴吗？那我要再找一找。挖一顶爱心弓，给我出来！我要拍照哦。欸，我在这里拍照应该可以拍到超多怪物的资料吧？哦，欸，宝箱不能开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来劲了，来劲了！他们突然来劲了，怎么办？哇，走开啦，干！走开啦！地图有箭头，箭头是指那个下一层啊，跟那又没关系。那我去下一个点看看了，搞不好手机版就是在下一个点。What？ 出来了啦！干！没有，我刚本来要走，我刚本来要走完上面，然后就走下面啊。有人说有箭头啊，那我就走去看看啊。哎呦！哎哎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来来，哎哎笑，进进，哇！不要不要不要背对我！哎，你自己转圈干嘛？我要转镜头啦！干！哦哦，以后的魔物详情。哎，不是，哦，哎，以后很帅，我觉得以后很帅。哇，他走路好屁颠屁颠的。好，开打开打，挑战挑战。去死！干你也太快了吧！这也太强了吧！哦，干，极强哎！直接死！三 D 炮补血。感太强了，心爆！以前的话，如果是80等的玩家，一般装备的话是可以去挑战 MVP 的吗？一个人可能没办法，是不是？还是不行哦，要大家一起打，是不是？要一群人哦！哇靠！哎呦，好强哦！好不？
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好了好了，今天这个玩的这个游戏是 RO 仙境传说，守护永恒的爱，好吗？那这个游戏现在还没有上，我现在只是先行，有没有？其实我啊，等一下，好不好？拜托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我开玩笑的，今天是怎样？首直击未公开游戏画面啊，台版首次公开啊，就是还没的意思啦。但是有个 QR code 可以参加事前登录，好不好？还有那个我的那个机器人也有 PO， 如果你们没有看到的话，我再 PO 一次好了。反正就是有事前登录的网页啦。欸，奇怪，他怎么？啊，我贴，我贴，我自己贴。好不好？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 ，OK？ 我觉得还算蛮有趣的啦。因为我自己以前是没有玩什么 RO， 没有什么很夸张，每个音乐都觉得很感动啊，每个职业都玩干嘛的。可是像我自己有玩过一下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为何没遇到玩家？因为现在是测试啦，就还没有的人可以玩，还没有人可以玩，好不好？所以。大家去赶快去那个事前登录，因为事前登录对厂商来讲也蛮重要的，所以他们就会知道大概会有多少人来玩这个游戏，那或许他们就有一个心理准备，可以去准备，比如说连线的方面啊、硬体方面啊，就可以去先做好准备，这样子开始的时候才不会说大家的体验不好这样子。所以真的有兴趣的会玩的就可以去事前登录，而且都会有一些。奖励吧，越多人登入的话，奖励就越好，这样子好吗？所以如果你们以前有玩 RO， 或者是没有玩过 RO， 可是也觉得这游戏感觉要素很多可以玩，那就去事前登入一下吧，好吗？好，那今天这个就到这边，好不好？休息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。OK， 感谢。